近日犯罪集团盛传一句金句：有防盗就偷呢度，耶、yeah! yeah!！原来贼人可以 hack 入镜头，找出保安漏洞。不过事情开始有转机，安装一套有防黑客技术的监控系统，贼人就不会有机可乘了。如果大家都想有一个安全又放心的监控系统，可以打这个电话跟千里眼联络。